为什么一定要逼我？女子大声嚷嚷，边搜证边阻止夫妻等离开，因为眼前这名老翁动手打人。都打到我的脸！你去医生，你不要，你将在妨碍自由呢。眼看场面失控，夫人赶紧让动手丈夫先走，女子气得崩溃抓人。没想到开心跟朋友外出野餐，竟被当沙包打。花言巧事之，你动我干嘛？你动我干嘛了？他打我！再有人出。事发就在台北天母运动公园内，原来被打的女子跟朋友野餐，没注意禁烟规定，多次在草坪上吸烟。老翁见状后大声咒骂，双方爆发激烈冲突。他对我们骂三字经、四字经、五字经，我拿着手机，我开始要录他，就揍了我一拳，揍到我的脸这里，就转向到我朋友，拿重物开始攻击我朋友，很意外啦，怎么会发生在天母？把我战友打出，打出，跟我们结婚。老公不满烟味气的咆哮，过程中疑似持石头打伤女子的朋友，造成对方脸部见血。虽然违规抽烟在先，但老公抓狂公然动手打人，事后逃之夭夭。现在女子和朋友决定提告，要讨回公道。记者杨杰、张贝子采访到。我是刘佳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、最新时事、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。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。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，当然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